谢谢 Joanna。我们今天的正道，是我们格美拿传道，它的主题是“主若愿意”。现在请格传道。亲爱的兄弟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有个牧师，他在屋外粉刷他的篱笆。有一个牧师在屋外粉刷他的篱笆，他一面工作一面就在想我们今天读的雅各书的经文。他一路工作的时候 一路就默想我们今天读的雅各书的经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牵了一匹马走过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牵着一匹马沿路走来。牧师就抬头问着他，哎，请问你这个牵这个马要去哪里啊？牧师就抬头问他了，你牵这匹马去哪里啊？那个人回答说，